让咱吼爱大声甲咱的对手讲，动用国家机器影响这个选举，抹黑战术在宜兰已经不管用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的是干净的政治，说到做到的这个县长，咱四年前的政策白皮书哈，咱拢总有十七类，262项，平均的执行率达到91%。所以呢，这么高的完成率，显现信守对乡亲的承诺，是说到做到的县长，更感谢县民跟知庙共同的这个打拼，才能够有缴出这么好的成绩单，所以呢，但我们不因此而骄傲自满，接下来呢，四年要做启动希望的工程，然后呢，开展幸福的蓝远，无论是经济、观光、交通、文化、教育。青年、医疗、社福、农业等，都要创造更专属于宜兰人的骄傲与幸福，要更让人宜兰的勇敢起飞，静好宜兰，拼出宜兰的好生活。谢谢县长，谢谢，一切都依照规定的哈，希望民进党哈用同样的。检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是，他们很早就请假了，对，然后我们都依照一切的规定啊，对。现在县长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吗？很好啊，很好哦。对啊，赞啊！我妈祖文化节走了3天，从头城走到了南方澳，是哦。对，一切都照规定，真厉害。阿哥没看到，非常谢谢大家哈，咱哦，拼出宜兰的好生活，不是为着我个人，为着宜兰县的未来。像拄啊这吼，我这风景区这所在呢，我们也把它规划好啊。对对。对我们宜兰县的未来、过去、现在都规划好了。希望能够呢更好、尽好起飞。这个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哦。用这个澳波哦，未来广用国家机器在打压人家，这样子，感觉咱只要一个今后的这个政敌。这参选希望呢，会当呢，让宜兰更加发展。感谢大家。反正你讲，上无你想到有着选票啦，绝对为着台湾宜兰的多方面的建设伫考量的。谢谢，我们是辛苦的媒体先生大哥，你是。